对，你们要看，对，你们要看一下你们。开始了，开始了。哦，所以我们要内视镜哦。对啊，说明好辛苦、哦。对啊。你看雅雅没有进来，好像要站远一点。再来，站这里。开车。啊？有人了吗？嗨。我是音乐好像有点吵，我觉得我们要。但我吼的。声音一点。有人喽，有人喽。华纳微秀 Christine Queen， 你们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吗？听得到吗？听得到他们四位女团讲话的声音吗？如果听不到，我们就要再大声音。要听到你可能要进。哦，大声一点。因为这边有放音乐。大家听得到吗？我来看一下，大家听不听得到？嗨，大家。刚刚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包甜甜圈，我们来站这边，因为我们今天有四种不同的穿搭，就是用 Christine Queen 的这个大学 T， 然后穿搭四种不同的风格。然后我们这样会挡到人吗？要再大声一点吗？你可能往内吧。那我们来这里。有点小声，好，没关系，我先来介绍一下。那我们就整进好，延续就是之前 Amy 第一次我们上架是以午茶彩妆的系列眼影盘跟唇膏，然后这次第二次我们是延续也是甜点，然后因为大家女生都很喜欢吃甜甜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可以跟甜甜，我们是以甜甜圈的概念为发想，然后有两种口味，一个是草莓口味，一个是野莓口味，然后。忘记了，草莓、哦、就是，然后因为这次首次，因为 Paolo 的 Amy 系列首次跟甜甜圈合作，跟对外的联名合作，然后我们这次选了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Christine Queen 这边上面 logo， 然后我们的彩妆名字也是用甜甜圈去命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我。都没有说到说我们其实有限量口味的，对，限量的我们有联名合作甜甜圈，是我们独家的甜甜圈，独家口味的甜甜圈哦，可以拿出来，但是是从13号才开始贩售、嗯，就是只要你因为 Christine Queen 它有六家门市，可是这六家门市都在台北，可是台北从12月13号开始就会贩售我们Amy 跟 Christine Queen 的独家限定口味。哇，上面还会有一个这个牌子哦。嗯，这个牌子你可以放在这边，放在这边都可以。就是你觉得拍照可爱，你就可以看你要摆哪边。这很适合自拍，这很可爱。我们什么东西都适合自拍。哎，它是有点适合大理石纹路，摆情境。但它是有大理石纹路。对，我们那时候在跟 Queen 就是我们在研发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其实。准备了很久，然后我们也互相讨论了很久，然后我们是想要有一点点流行感的大理石纹路，然后最后我们想说，因为我们有草莓口味的甜甜圈加野莓，所以我们在粉红色的这方面就是用了比较淡粉跟比较深粉去做结合跟白色，所以有大理石的粉色纹路，然后又加上可爱的巧克力，就是彩，这叫做彩球吧，我不知道它的专有名字。所以这个口味是草莓、这个、巧克力米。这个六间门市都有，每天都会有限量的数量，所以你们可以买，一直到什么时候？29号，到29号，从13号到29号，你都买得到这个可爱的甜甜限定限量的甜甜圈，超难哦，对，每日限定限量哦，对，每日限定限量，然后每日限定限量卖完就会没有了，对，这个真的好可爱哦，我们来看 Peggy 怎么拍。可以示范跟甜甜圈拍照，他突然吓到了，想说什么东西？就是你可以，就是拿着这个拍照。等一下我们会介绍我们的活动，你也可以吃的拍，就是这样，对，这样啊。看你们想要怎么拍都可以，把脸挡住吗？对，希望大家就是
因为 Amami 大家很受大家的欢迎，然后我们也觉得很开心，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第二次的企划，就是腮红，我们会陆续推出就是新的系列。好，我要介绍今天 FB 的活动，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问，你可以拍到我一下，就是今天 FB 的活动就是公开分享这个直播，然后截图，我们后面这边有一个装置，四个陈列物，我们等一下直播某一段直播中某一段，我们四个人都会坐在椅子上，然后就截下这个画面，然后呢我们等一下直播结束的时候会再 po 一篇文，然后大家就在那边 po 上你的截图，然后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抽奖活动。礼物很丰富哦，我们会抽四名，一个就是我们身上的大学 T， 然后两色的腮红各一名，还有一个甜甜圈的抱枕，所以总共是四位，会有四位得奖者。好多人在问衣服哦，等一下感觉可以来介绍一下。就是、活动大家还有哪里不理解吗？然后这个截图的上传时间只有到今天的下午5点为止哦，所以大家看完直播之后马上就要把截图就是传上来，然后5点以前我们客服就会抽四名幸运的得奖者出来。是传到直播里面吗？不是，直播中会，直播结束之后会有另外一则贴文让大家集中贴，就是会有一个上传照片的专属的区域。对，可是要分享这公开分享现在这个直播哦，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先分享，然后等一下要截我们四个对指定的那个，不要截很丑，不要截撇眼的，撇眼睛就不能扎。那抱枕好啊，抱枕，一定要丑。很多人问衣服吗？对啊，上面很多人问衣服。我觉得等一下可以，会不会不喜欢，等一下可以，好像可以来介绍一下。先介绍衣服还是介绍腮红？先介绍衣服好了，先介绍衣服好了。衣服就是还有甜甜圈，谁要先？我们这次跟 Krispy Kreme 的联名款就是这一款大学 T， 它是有内刷毛的，然后前短后长，然后只有一色，然后一个一个尺寸，因为它是做就是你知道宽宽大大的，然后我们有四种穿搭，谁要先开始介绍？雅雅好，我应该是里面个子最小的，所以我就选的里面是穿短裙的，这样，对，然后因为。我想说穿短裙我就配靴子，所以看起来脚会比较长，可是如果再娇小一点的应该可以直接单穿、啊、对，直接单穿这样，然后它的宽度大概是这样，对，它也好像也是做蓬蓬袖的设计，它的蓬泡粉很大，就是很可爱，它是故意做更宽松的泡泡袖，对，所以其实穿起来蛮可爱的。然后因为你里面是不是还有再搭，对，我里面还有再加一个小高领，这是自己加上去的，然后它也很好看，里面刷毛的是这样子，它其实蛮刷毛，对，蛮饱满的。然后现在很冷，对，现在有人问说穿裙子不冷吗？很冷，里面都穿发热衣。对，我里面有穿，然后它侧边是这边，哦，它侧边有一个小开叉。圆圆的靴子下礼拜一，对，靴子也有，靴子可以带一下。它有黑色跟咖啡色两个颜色。对，这样。然后我的穿搭大概是这样。还有帽子，大概是这样。帽子卖完了。裙子是吗？裙子好像也。哦，裙子也卖完了。啊，就是那个格纹那档。对，这礼拜上架。好，那我们换 Peggy。好。之前很多人说想要看 Peggy 的穿搭。没有。Peggy 很厉害，因为他可以把这个大学历删掉。就是因为真的很瘦。因为我比较喜欢穿。比较合一点的，然后这件很大，如果我穿起来，因为我肩膀比较平，所以如果穿起来，我会觉得，刚小姨就说我像在唱歌仔裙，所以我就把那个衣服扎进去牛仔裙里面，因为这个牛仔裙它本身也是做落地裙，就是之前很久之前就上架了这个牛仔裙，然后我自己也有买，然后我朋友他们也都很喜欢，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今天就穿这件啊，然后把它扎进去。就会看起来，就是整体会看起来比例会比较对啊，感觉腿很长哎、欸。对，然后再搭配我们的国语靴，对啊，这个就没有卖。对，然后耳环的话也是这礼拜上架的，然后我自己是买紫色的，紫色搭小毛球。然后这个帽子是很久之前的，很久之前也有在追加了，第三次追加，因为好像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帽子。对，然后就是像这样蓬蓬袖。上衣的话是下礼拜。下礼拜十三号，上衣的话是13号才开始。我们这一系列的东西，十三号要锁定13号日期。
好，换可宇，下一位。我觉得我现在很像圣诞节的感觉，或者是有一点像，因为它是圣诞节的配色，因为它是红配绿，然后我就配了一个红色的波浪裙，你可能要退后，因为我有点矮，然后露出一点那个裙摆，我觉得我很像是会在外面发那个甜甜圈试吃的人。你当然没有那个圣诞帽啊、欸、要不要试吃新口味？早上的口味就有说我们好像可以带一个鹿角之类的、啊、我觉得是可以，它可以那个圣诞节约会的时候穿，如果你不怕冷，或是你裙子里面再搭那个我们的发热内搭裤也可以啊。对，可以，因为这样子刚好露出，就是它这个刚好只有下面有波浪，这也是之前的款式，所以就刚好露出这边，然后再配一个靴子。我觉得你脚上好像紫色，真的很冷。我给大家看一下刷毛好了，嗯、它里面是内刷毛，是就是跟之前那个大雪T一样，是很舒服的那种。内刷毛，而且它是做的也是奶油白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颜色，这颜色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真的，我觉得他们店员应该也很想要穿这个上班，真的很可爱。男生包包袖，然后为了搭配那个圣诞节的感觉，我的耳环也是就是红色爱心，这小姨给我的，她说你戴这个。你们都好厉害，不怕冷？没有，我们怕冷，好冷，好冷，好冷。我先退场喽。换雅竹，我很忙、啊。你很忙，你要好先给我吗？我今天的穿搭其实就跟昨天一样，没有换下半身，因为我觉得冬天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这种就是长版的蕾丝裙，你上面随便配一件毛衣跟就是大雪T都很好搭，就直接套上去就很美了。对，然后你每天不用想，其实你只要换鞋子，换你的配件。对，其实你不讲我也没发现，感觉就会不一样。对，不一样。然后我今天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下面搭了蕾丝裙。比较女孩一点点，但是有点小个性的，所以我里面也搭配了这个小高领，蕾丝的小高领这边，这个是下周的新品，而且它竟然意外跟蕾丝裙很搭，对，不会觉得太复杂，对啊，不会觉得很怪，然后它袖口还故意露，我是把故意把蕾丝拉一点点出来，然后跟这边。好可爱哦，对，但是因为我说我想要女孩里面，但是有点个性，所以我就配了这个大耳环跟格纹帽跟那个袜靴，很可爱。然后本身因为 Peggy 喜欢合身的东西，然后可是我自己很喜欢穿很宽松的感觉，所以我都穿那种大大的样子，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想要腰身的话可以搭，我不想要有腰身，因为这样比较显比较露，可以选想要长肉长。对啊，两种不一样的穿搭，这件好可爱、啊。对啊，好像很想买。介绍你们的那个腮红的位置，好好好，对，妆容可以进入到妆容的，妆好可以马上进入，是不是？好，因为我是圆脸圆形脸、嗯，然后我今天用的是草莓腮红，它是102草莓口味的。我们两个放一起比较啊？啊，可以。野莓的，野莓的在哪里？野莓的，野莓在野鸭那边吗？野莓在你那边吗？嗯、我们两个是用不一样的吗？我是用草莓的，哦、他们两个是用野莓的。哦，我们两个是，我跟 Peggy 都是用草莓，但是我是圆脸、嗯、，Peggy 是脸型比较偏长一点点，嗯、所以刚刚我在画的位置，因为圆脸本来是说要画这样，可是我想要蓬蓬的，所以我是画在这边眼下的这边，就是其实可以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画、嗯、对你不用，因为我们其实也会说就是有参考，我们会有脸型的参考，脸型画腮红的参考，但是你可以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不一定要照我们的。然后 Peggy 的话、嗯、因为她是脸型偏长的，所以刚刚特别是、嗯、我来介绍你介绍，就是如果自己是长脸的话，其实我们在视觉上的话，我们可以是这样子平刷的，我自己是这样平刷的，就是会就是让你的脸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太长，所以就是腮红的话是可以平平刷。然后我自己个人还是蛮有时候会蛮喜欢这样子，差点点一点，就是有一种那个叫什么，之前很流行的那个妆，那叫什么妆？哦，对，对，我现在还是会带一点点，我有点 old style， 就还是会带一点点在这边。对，然后有时候画腮红的话要注意，就是不要画到，就是不要画到太大片，因为我这边会打亮，所以。我会这边会再度打亮，所以我就画在是稍微再下来一点点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像是用草莓，跟雅竹都是用草莓的。草莓的。可是我觉得我本人其实有诶，嗯，现在没有。有什么？就是看起来没有的，对。那我再加一点点。因为灯光，但是我们本人其实已经非常的红了。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试用腮红的话，会在微秀的店，从今天开始有一个礼拜试用，大家可以到微秀的那个甜甜圈的那个什么 Christine Cream， 就是有一系列的 Amaze 那边有我们的腮红，腮红可以去做试色，对，可以大家可以来试色，只有一个礼拜哦。13号的话就可以知道自己要买什么颜色喽。我们是差草莓，草莓的102，这个是102，然后我们换雅雅跟可鱼，他们是差颜。跟我一起来，我跟雅雅擦的是这个101野莓甜甜圈，它是就是那种有点血色腮红，对，有点血色腮红的那个颜色啊。可是你不要，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看它很紫，就会觉得侧写一下，上面有擦起来没有到，上面也有 My Me 的那个压纹哦，大家不是都很喜欢我们的压纹？就是我觉得它上去还是会变成就是偏粉一点的那种粉紫，所以看起来气色会很好，不是那种真的是完全紫色，所以不用太害怕。那个吧，叫正肤色。对，就是因为我跟可宇其实肤色没有到很白皙，就是偏黄。刚刚有人问说，就是如果比较黑或比较蜡黄的，要适合擦什么颜色？这个，因为刚刚的那个草莓甜甜圈它是有一点亮。有一点荧光亮的，对对，所以如果你的如果两个颜色还是要白皮，所以比较推荐野莓的颜色。对，因为雅雅的话，她本身的肤色的话，我怎么讲，就好奇怪，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对，健康，健康，健康。然后我就会选这个，可是因为我一开始打底的时候，我还是会先用紫色的隔离霜，先把那个肤色校正，对，然后再加上这个。所以其实看起来是这样，那这样其实算显白的。对，这样。然后因为我的脸是长脸的，所以我是打就是有很也是很笑肌，笑肌这样说，这样看得出来。可是这个如果你用在刷子上的话，其实一开始还是要先把一些粉余粉要用掉，弄掉，不然它会整个是。要用示范这样，要少量多次。对，不然一下子可能会太多。可是如果你沾太多的话，就用那个粉气垫粉笔再把它压掉就好了。记得要慢慢的叠上，慢慢的加上去，就是不要一次下手太重。对，不要一次下手太重。可以当眼妆吗？可以啊，好像可以耶，因为 Milo 也有当眼妆过嘛。对，因为我的脸是。就是是白的，可是是偏带黄的那种，不是偏粉的。然后因为我是圆脸，所以我就是把它这样子稍微有点，好像看得出来，就是稍微有一点斜的方向这样上，那它有一点就是收拢的，收拾那个脸圆的感觉。借我一下。可是因为它这个啊，因为很显色，所以大家一定要沾取之后。沾取之后要这样子敲敲，就是把粉敲掉。这个用这个敲，可以敲在手上，也可以敲在手上，就是把余粉敲掉之后，轻轻的扫上去，然后把它就是晕开，不要只一直涂同一个地方，就会很像酒醉吧，就是会可能会比较集中，所以你就是要少量，然后多次的去晕它，就会很漂亮。可以刷在手上。对，野莓这个是101野莓甜甜圈，小羊跟 Peggy 刚刚擦的是。102草莓甜甜圈，看一下比较，就是这个比较粉，这个比较紫，应该看得出来吧？刷子是第三颗，刷子之后会，今天假装没有看到。那想要介绍什么 ？IG 的活动，哎，先介绍对这个就是这12月13号我们这个 Krispy Kreme 联名系列上架之后的满额赠的礼物。然后因为之前我们Amaze的那个午茶眼影跟那个唇膏不是有那个满额赠是刷具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反应很想要，所以呢那个刷具组又有了，然后跟这个会有两个满额礼，那详细的那个资讯就请大家13号的时候再到官网来看。然后现在我们要来介绍那个陈列物。因为今天的话，12月8号到29号，我们的陈列会在信义微秀。的地方，那你们可以再来拍照的时候，然后上传 IG 的时候可以 take 我们。好，接下来我要介绍就是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接下来是 IG 的活动哦。然后就是只
现在只要来到我们华纳微秀的那个 Krispy Kreme 的甜甜圈的店，然后我们有这些陈列物，只要有跟那个甜甜圈或是椅子，或是我们里面有那个有我们的衣服的人台，或是还有我们的化妆品，只要跟任一个陈列物拍照，然后并且上传到你的 IG， 然后 hashtag 就是井字号 hashtag my me 然后就可以还有 puzzle my me 跟 puzzle 都要 tag 到，然后上传之后就可以抽中我们的联名甜甜圈的抱枕，三个一个人一个名额 IG 是 Ruby 会抽的，所以大家要认真的拍照的他喜欢漂亮的那个照片，漂亮的情境照，对，大家就发挥一点创意，对，用心的照片，然后用心的拍照 Ruby 应该都会喜欢等一下再带你们继续看里面的陈列，等一下最后会带大家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让大家截图了，对，然后我们现在今天的直播活动就是现在我们要去坐在那边，然后大家截图，快点截图哦，五点之前再下一篇贴文，我们开放10秒让大家十秒，长不漂亮可以吗？我是说照片的那个构图，可能 Ruby 喜欢一些特别的构图。现在大家可以截图。那倒数吗？是不是要久一点？要，那你们开放几秒时间？20秒，1分钟，1分钟，1分钟吗？对，59。大家可以截图哦，我们今天会抽出4名送礼物，大家可以截这个画面，要截这个画面才能参加抽奖哦。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一篇文章，然后大家再把照片放上来，快疯狂截图。有人在截图了吗？有人说比爱心，比爱心哦，这样吗？还是这样？很难嘞，破掉。有哦，有截图吗？有哎，好多人截图了。在耍我们。那我们要最后倒数了吗？10 9 8 7 6 5 4 3 2 1，好，有人说他截图最漂亮的那一张，我等一下上来检查，我们选出一个最漂亮跟最好笑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讲那个上架的活动，上架了，那刚刚好像已经有先讲过一些，就是再次最后总结，最后总结就是大家一直问的这个大学 T， 还有彩妆腮红跟特别口味的甜甜圈，都是在12月13号开始。然后呢，12月13号，如果你有买我们的甜甜圈，里面就会附赠一张可以免费到 Krispy Kreme 6间门市兑换特殊口味甜甜圈的兑换券，对，限定口味。知道是哪6间门市吗？可以背出来吗？可以背出来吗？出来吗？就是我后面的信义威秀店，然后你是店员吗？南京、台北车站店，然后台北站前店、南京微风店、大直美丽华店跟板桥店，对吗？哈哈哈哈哈哈！有做功课，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买我们的甜甜圈，就会送你免费兑换券，就可以来这边兑换免费的限定口味甜甜圈，就是我们那个草莓甜甜圈。对，那如果你是来信义店的话，就可以顺便跟这些陈列物拍照。顺便吗？顺便，特意特别。所以我们13号礼拜三官网10点见，还会有这个满额赠，还有刷这个也有卖，这个也有也有单卖，所以如果想要的话，因为我觉得它很适合放在办公靠背，完整跟那个屁股很痛的时候靠背的啦。现在可以带大家进去看，可是对，里面有现在很多人，还好啊，应该 OK 吧，我可以。雅雅
到牙学、啊啊、那可以拉掉吗？可以，直接拉吗？直接拉。好，我带大家去里面看。虽然看好像有点红，我来看一下，等我一下哦。两套穿搭都是用大学期去做，一个是短裙的穿搭，然后把衣服塞在里面，然后一个是长裙的穿搭。然后大家来的时候，请不要对他们太粗鲁，对，还是好好的对待他们。然后来里面了，这边你可以来这边，你可以试用眼影，你也可以试用腮红。这个是101眼眉，然后这是102的草莓，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草莓的是这样，可是它其实，它你就慢慢叠，因为我觉得它的是会让气色非常好的颜色，跟这个就是眼眉口味也是，因为这次我们在试用的时候是，针对每一个肌肤，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试用了，大家都觉得很好看的，然后我们还有生产，这边有一个小镜子，你们可以试擦了之后看看说自己比较适合哪一个颜色，这边。然后呢，这边还有放了唇膏、甜橙慕斯跟焦糖布朗尼，然后有一些小摆设，跟最重要的是我们推出了限量限定口味 ，Hello Nami 跟 Krispy Kreme 合作的大理石粉红大理石甜甜圈，讲完了。好，希望以后有橘色系的腮红 ，OK， 听到了，我们会陆续在。这叫什么开发跟生产，因为我们也很喜欢，对，这是这次的形象照，然后所以你们来的时候，店是这样子，你走进来的时候看到店员拿一颗甜甜圈，然后结账完之后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里小小的但是可以就是试用，因为我们没有门市，所以大家随时看是没有办法实际看到，但你们如果来现场的话，应该就可以实际的试色，这几色都是非常可爱的颜色。那我再把它盖起来，用完记得盖起来。好，然后还有什么呢？一定要买我们这个限定口味的甜甜圈，然后 hashtag 打卡。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大理石色系晕得很美，我们知道甜甜圈，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跟 Krispy Kreme 讨论的时候，他们师傅是一个一个要去把它放到这个大理石综合的跟粉色综合的那个浆，就是糖浆里面要这样一个一个用，其实是很用心的。然后这个试色的这边直到下礼拜五，所以其实只有一周，我在店面放的时间只有一周，所以你们其实可以，来看电影的时候啊，或者说来逛街的时候，就可以来这边试。只有华纳微秀这间 Krispy Kreme 的门市可以有，我们只有在这边。对，然后好惨啊，这个是绣线的，很精致。大学 T 限量大学 T。它就是限定款式、限定时间，然后限量的，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来走到外面看一下大家好了。草莓店好，有大家在拍照了。这边真的好可爱，昨天我们晚上来的时候摆很久。对，甜甜圈会贩，甜甜圈限定口味会贩售到月底。对，然后我们做了很多，这个很看很像腮红盒的地方，这边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们拍照，所以你们如果假日有来的话都可以来这边。然后我擦的是102草莓口味的甜甜圈腮红。那我要结束了吗？还没结束啊。我还没结束啊，我不知道最后是什么，看一下雅雅怎么自拍，你们可以学雅雅这样子。还没结束就雅雅这样自拍，因为我看就是有买鹅麦蜜的女孩，你们自己拍的所有情侣照都好可爱哦。对，假日记得要来华纳微秀看电影哦，可鱼也要来拍了，看一下可鱼怎么拍。是好看的吗？好看的，可爱的，代言人的感觉。近一点。
唇膏没卖，现场可以试用腮红，但是腮红跟眼影都可以试色，但是你要买还是要到 Palo 的官网买哦。对。然后雅雅非常的推荐野莓色的腮红，因为她觉得真的会让气色变得很好。对，就是如果你是健康肤色的话，你就适合买野莓色的腮红。但底妆还是要先底妆要先校正肤色。那如果健康肤色要校正什么颜色？我是都用紫色的，先用紫色的，然后再用粉色，再用我先粉底液，对，再用粉底液，然后再用腮红这样子，对，这样的步骤。那我们是要拜拜了，拜拜。那 Peggy 呢？在自拍哦， Peggy 也来自拍，我们再看一下 Peggy 怎么拍。哇，刘亦菲，大学T上架会有好近哦，大学T上架会有特殊的折扣，所以大家13号要记得上官网确认哦。这个这两色我都，因为有人问我说，佩如问我说喜欢哪一色，我最喜欢的是草莓，但是因为我真的自己也试用了眼眉。野莓其实真的会让气色很好，草莓是比较少女，然后野莓是很美的颜色，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野莓就是我觉得很美，气色很好、啊。你虽然它很深，但是它其实不会很浓，对。但记得你们就是轻轻的叠上去，好，那只剩我们两个，拜拜。记得要截图，等一下客服下一篇文章，客服会抽出，就是可以得到4个礼物的。拜，好冷哦。怎么结束啊？好露比，好冷哦！爱完成，爱完成，爱完成。